就好像是种隔世纪念的梦，醒来我早已失去你的影踪，而曾经的我总是懵懵懂懂，最后才明白何为情之所钟。我提起一张孤梦向你飞去，想说出我刻在心上的名字，可你已经相信的航道行驶，那条船不再有我的位置。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得太迟，错过了你此后所有的故事，我酝酿好久却老得掉牙的事，最后也没能拥有手心地址。我这一次终究还是来得太迟，不该出现再插上一点说辞，这本就是我一次。这个烤漆需要四个小时，正好可以玩会游戏。打游戏我还在人人司机租了一个平板，这个大屏显得不要太爽。现在支付宝搜索人人司机就能租，凭芝麻信用分还能免二定。如果租平板还能租手机、相机、电脑，啥都能租。这款平板每天低至2元起，一天起租。现在点击评论区就给你体验哦。好久却老得掉牙的事，最后也没能拥有手心地址。